这都一个多小时了，还说你们快一点！马上就来，冷静冷静。是是是是，已经派人来了。是是是，这个你帮我个小小，我去找下我领导。哎，过，马上这样，你帮我忙啊！没吧，开饭馆的门没关，就走了。待会儿也不接，我去他家看看啊。说实话，我在这个大楼住了这么多年，这印象当中还是第一次停电。好像还有一次。老公，老婆，美宝。美宝，别的事儿，不好意思。